跟放任他们的网军在网络上面伪造资讯，把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用 P 图的方式，甚至冒用我们候选人的签名，这当然就是意图使人不当选，也是非常严重的诽谤。所以陈时中，你昨天才在讲说不能扭曲啊，不能抹黑啊，但我没有扭曲，没有抹黑，你甚至连告我都不敢。今天你们绿营的侧翼，你们绿营的网军如此嚣张的去做 P 图抹黑扭曲其他的候选人，你要不要出来讲点什么？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所有分享的，所有跟着一起胡说八道的，全部一并提告，一个都不会放过，看到一个我们就告一个。刚才晚上哦，在大概9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网络上正在有绿营网军侧翼哦，尤其是这个无良公关公司，在网络上面转传一份造假的文件，里面提到说呢，好，我们国民党有所谓的网军计划，然后呢说要找狗仔跟拍县市候选人行程，重点针对黑金贿选桃色议题泼脏水，增加选民仇恨值。然后底下呢有蒋万安、洪孟凯、我跟李德维的签名。我本人从来没有看过这份文件，也没有签署过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这个东西完完全全是侧翼在网络上面造假，然后有非常多的绿营侧翼都跟着转发，指控对我们做不实的指控，包括谢立胜插画这种已经算是知名的网红，也竟然跟着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扭曲跟抹黑。所以我立刻决定到分局来报案，之后不管是无良公关公司或者是每一个分享这一篇的人，我全部都会提告，因为我们要端正选风。陈时中说我先前说我扭曲抹黑影射，但他却不敢告我，因为我所提出的照片跟影片都是事实。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却放任他们的侧翼跟放任他们的网军在网络上面伪造资讯，把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用 P 图的方式，甚至冒用我们候选人的签名，这当然就是意图使人不当选，也是非常严重的诽谤。所以陈时中，你昨天才在讲说不能扭曲啊，不能抹黑啊，但我没有扭曲，没有抹黑，你甚至连告我都不敢。今天你们绿营的侧翼，你们绿营的网军如此嚣张的去做 P 图抹黑扭曲其他的候选人，你要不要出来讲点什么？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所有分享的，所有跟着一起胡说八道的，全部一并提告，一个都不会放过，看到一个我们就告一个。那蒋万安、洪孟凯、李德维他们三位也是有委托你一起提告？没有委托我，但是我有询问他们一下，他们都说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可能，比方说在可能曾经法案联署上，或是我们的文宣上面，因为我们的签名算是在公开的场合都能够找到，然后就被拿来做 P 图了，所以这份文件是从来不存在的。比方说它上面有一个漏洞哈，它写说国发院。可是国发院早就在国民党的编制下改成革实院，国发院这个组织早就不存在了，怎么可能在这份文件上面还用旧的名字去做称呼呢？然后那些签名的位置摆放的，你们只要放大都可以看到 P 图的痕迹，所以这么一份明显伪造造假的文宣，竟然用黑函的方式在选前的十几天在网络上这样子转传，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过分，而且对我们的选情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因为我们不曾做过这件事情，我们不曾找过狗仔去跟拍，我们不曾有过这样子的计划，为什么要伪造我们的签名？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今年的选举真的是没有看过这么恶质的，所以我看到之后马上叫车就到松山分局来提告，我绝对要立刻来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要遏止他们继续用这样子的歪风伤害他人的选情，扭曲事实，伤害台湾的民主价值。那因为刚刚有人问说我们有没有找到那个签名的来源，造假的来源了嘛？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在四大公投的时候所签署的联署书，然后那时候为了呼吁说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联署，我就把这个联署书放在网络上面。那你看啊，这个下面是他所假冒的，有没有？我找了大概我脸书上面100种我的签名，终于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我的公投联署书上的签名，然后被他直接copy到这里，大家可以看这两个签名是一模一样。
长的，所以已经找到了。那再来那个他的那个大章的那个企划书，应该是改自于以前国发院的时候，我们有做很多这种给年轻人上课的课程。那这些课程都跟网军无关，那都是完全是所谓的公益性的，然后可能有一些社会的议题，让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一个活动。那那个格式是我们的格式，但是内容被全部的去改造，那所以才会有刚才林奕华委员讲到的，明明现在叫格实院，上面写的内容却是国发院这样子的情形，因为他们是拿了国发院以前的一个正常的企划书，然后去把它变造成是一个什么狗仔偷拍啊、网军计划，对，所以这是非常恶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找到了，说我们的签名是从哪边伪造的，包含洪孟楷委员，我昨天问了他，他也已经找到他的签名的伪造来源了，都是在网络上面去找了之后呢，再把它 copy paste 到他们的文件上面。你刚刚讲说他有找到那个他的一些党政的那些是消息，可以有资料可以有应该得。等一下可以传给大家哈，我会，我等一下抛到，我不知道党团呢，我的自己个人群组会抛。这个是无良公关他的脸书嘛，然后这个左右边这是他本人嘛，那大家仔细看他所拿的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党证，他是直接告诉大家说他就是民进党的党员，然后隔壁的是这个陈子瑜嘛，所以他跟民进党的其他就是包括相关人士其实应该都是相当熟悉的，所以警方没有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绝对只要他们愿意配合办案都找得到人。再来无良公关跟无良公关公司哦，总共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这个白衣服的，白衣服这一位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一位嘛，长相是一致的，另外一位就是这一位哈，所以我们总共为什么提告无良公关跟无良公关公司两个，就是因为实际上有两个人存在。那再来就是他曾经跟林静怡他们一起直播过，所以林静怡委员显然也是认识这两位粉丝页的小编的真实身份的，所以我也有告知警方说，如果你们需要协助的话，应该是可以请林静怡委员协助办案。所以有党政是管理人还是小编？他们小编通常都是管理人吧，只是说我不知道他们的粉丝页里面有几个管理人，那他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至少掌握到有两个。因为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因为这个刚刚蒋万委员宣布要辞职立委了，那因为您是算是他接棒人选的热门人选，那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可以做一点回应？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我能不能够顺利连任，对，然后还有他能不能够顺利当选市长。对，你本身有想要去选立委这个想法？没有想过。对，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现在重点是说，希望我自己的选区的选民可以让我有连任市议员的机会。所以棒子来了就会接吗？不知道，我选完就先出国旅游，跟你聊聊，因为选举过程很辛苦，我选完就打算先出国了。对。因为会觉得那都是一起阴谋论。现在民进党的侧翼开始想要把它带向是阴谋论，说是什么我在钓鱼或什么的，但那只是因为我处理的速度快，我在这个无良公关公司发布的大概第16分钟，我就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我是马上提着包包就要冲警察局去提告了，因为我认为这种错误的消息不应该让它再继续转传出去了。这些粉丝页他们都有好几万个粉丝，所以你只要晚一秒都会有更多人看到，造成更多人的误解跟误会，有错误的这个讯息，所以我是马上选择要到那个分局去提告。但你不能因为我提告的速度快，你就说这是我在钓鱼啊。所以我要现在要很严肃的讲哦，在网络上面这一些侧翼粉专或是网友哈，这一些所谓的绿营相关的侧翼，只要敢讲说徐巧芯在钓鱼的，我也一定告，因为你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我也一定会提告。所以这件事情，请大家回到事件的根本，就是这一切根本不存在。那可不可以用正当的方式、正常的方式去选举，不要用这种抹黑造谣的方式？这很难吗？这应该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在我们今年的选举过程当中变成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所以我要先请陈时中进办，你们好好思考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跟这些侧翼粉专认不认识？在整件事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对方有曾经有过联络？请陈时中竞选办公室如实回答我刚才所提出的疑问。谢谢。